香港演员李彩桦因出演电视剧《回家的诱惑》在内地打响知名度。日前，李彩桦在上海为某活动担任走秀嘉宾时透露，自己刚刚拍完电视剧《蔷薇的战争》，该剧的剧情与《回家的诱惑》十分相似，这也是她继《回家的诱惑》后再次出演坏女人的角色。